本期变形金刚商品是胡服骑射的私人收藏，分享是喜悦的，希望您能喜欢本期的内容。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骑射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第211集的节目。回首去年的这个时候呢，台湾玩具反斗城的，当然还有家乐福还有大润发的疯狂大跳楼，当时的 Voyager Class 的玩具呢，两只795块钱太必要。那今年呢，没有跳得像去年那么疯狂哦，两只995块钱，不过呢也是已经算是很便宜了。去年呢，我呢在反斗城因为用了折价券的关系哦，当时我是购入了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个Transformers Pride 里头 Voyager Class， 这是一个 Dark Energon 暗黑能量金版的柯博文。当时我是用折价券，然后把它呢跟RD 版的马格斯呢，两个加起来新台币570几块钱就买到了，所以当时等于这一只换算起来非常的便宜，台币不到300块，270几就买下来了哦，非常非常高兴就捡到这么大一个便宜。当时呢会想购买它的当然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便宜，而且其他角色我已经收的差不多了。那再来就是说呢，第一它的包装盒很好看，这个呢是它的一个内包装盒，里头可以看到底盘的话呢，这些部分呢是暗黑能量金水晶体，然后后面呢是有雷电交加闪电了，非常漂亮，很有魄力啊，很有架势的一个内包装盒。外包装盒的话呢也非常非常的精彩，很好看哦，给各位做一个展示好了。这个正面呢有一个 Dark Energon 写在这里，然后里头这个底的话呢基本上也都是有暗黑能量金的这种折射光，然后侧面的这个插图呢也很好看。这个基本上呢，在各个版本的Autobus Prime 就是领袖之证里头呢，柯博文的话呢没有口罩的一个样子，大概好像也只有这一张是没口罩的，而且它整个配色呢是跟里头的玩具呢是有做大部分是一样，当然有一些地方是比玩具要更丰富一点。然后背部呢就比较一般普通的一个，然后这边呢一样是一个露出嘴巴的一个柯博文那个画像哦，所以整个外装包装盒来讲是挺好看的哦，就我是喜合我的胃口了哦。领袖之证的 RID 版呢普遍来讲评价都比较差一点，除了少数几个之外哦。那么呢这个 OP 的话呢，这个柯博文呢特别是当时呢一推出呢，这个模应该说这个模呢在推出的时候呢跟 F1 版相比呢，它可以说是一路被挨着打哦。那主要还是因为 F1 版的确做的相当不赖啊，是即使是到了今时今日来看，它依然是一个很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精品级的一款收藏啊，特别特别推荐你要拥有这一个 F1 版的柯博文。然后呢 RID 版的柯博文呢，当时最机器人形态下哦，第一个被诟病的是它体型有变小，各位两个一看就知道，块头来讲呢它是整个要缩小而且变矮了一圈。再来第二个呢为人诟病的只是它后面这两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背板哦，这个跟 F1 版的相比的话呢，可以发现 F1 版的收纳会比它呢第一有立体感，第二范围缩小很多，反而是后推出的这个版本呢比较受到许多人的一个批评哦。除此之外哦，它还是有一个很要命的另外一个缺点，就是它附带的武器呢非常非常的垃圾，这个呢就是它一个完全不知所云的一坨武器啊。这里啊透明的，然后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铁灰色的一个塑胶件，它的一个启动的方法的话呢应该是说从这个地方，应该是说从这个地方握住，然后从这个地方一推呢，它会有一个发光的效果出来啊。当时呢我是如此认知啊，你这个武器的话呢，我会建议说你把它放在扣在
手上臂啊，下臂的这边这个洞，然后推动呢是从这个地方推动，然后它这个枪呢会弹出来。当时呢这个 RID 版，我这个我已经提过数次了，但是可能各位第一次收看本节目，所以我还是要讲一下。这个你这样推出去的时候，一推动它的时候呢，这个着动武器里的这个光会发出来，然后光会穿透过这个手臂是透明件的这个部分，然后会有一个流动的一个效果出现了。这个应该是当时的这个 RID 版玩具的一个主要一个诉求啊。但是呢在整个玩具里头呢，只有 RID 版里头只有 Bokeh 呢是有把这个效果呢做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展示哦。其他的几个玩具的话呢都是一个挺失败的一个展示哦。然后附带另外一个则是完全没有任何涂装的一把剑，而且呢还挺短的，然后细节刻画还不错，是有的，但是体型来说就是比较短。 OK， 拿在手上的话呢就好像就是一把短剑了，就基本上也称不上是有领袖气质的一把长刀，所以武器来说呢也是它输给 F1 版输很多的一个大缺点了。但是呢在我看来呢它也并非完全一无是处啊。首先呢光是这个版本呢它是有跟各位聊到了，它是一个无口罩版的一个科博文。如果你要购买领袖之证，就是前面在科博文还没有变成后面第三季那个模样之前的各个版本的 OP 里头呢，只有这个版本呢它是有露出嘴巴的。如果你个人想要收出一个露出庐山真面目版的 OP 呢，那它是唯一的可以选择的一款了。第二个是它的一个本身的配色呢独到之处，就是它有一个透明的这个红色跟这个橘色的部件是透明件哦，这个呢在其他的几个 OP 版本里头也是没有的，这也算是它独一无二的一个项目啊。如果你偏好特殊配色的话呢，这个呢绝对是够特殊了。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完全是镀金版的，那个太稀有了，我们就不讲。而这一款呢，它在 RID 版里头呢，当时标榜着 Robots in the Sky， 就是说呢会没有博派或狂派标志呢，反而呢在这个版本呢它有一个很巨大很清楚很漂亮的一个博派标志印在这里。而且呢它的这个手臂呢各位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博派一切一般的标记哦。这个呢在两手合并变成车子的引擎的时候呢会组成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博派标志呢在它的一个长鼻卡车的这个引擎盖上哦。因此呢我个人啊并不会对这个玩具的一个配色不扣分，我反而觉得这它一个很大一个卖点。没有口罩，这正是我要购买它的一个地方哦。而本身这个模具呢它的一个各方面的表现来说呢真的也不算太差，绝对不差。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呢Beast Hunters 里头推出的马格斯的第二个版本 Ultramax 的第二个版本的时候呢会采用了这个模子，而且呢普遍的受到玩家一个好评啊。如果说那是一个成功的改模，那我只能说如果这个模本身没有一定的良好的基础的话呢，你说改模能够改得多好，这个我基本上是不太能认同的。那它的话呢有很多地方呢都达到了玩具应该有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啊。首先我们讲一个可动性了哦，它的这个头呢360度旋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球形关节，表现来讲呢可以说是很优秀的。再来手臂的可动性呢也很好，二头肌可以转动，然后手的话这个地方略弱，可以这样子，只能这样子动哦。那再来呢腰部不能转，可是怎么说，就是因为它这两个地方是球关，而且呢整个反正 OP 腰不能动也是已经大家习以为常了，配合它这个地方也能够转了，然后二郎腿什么基本上就是可以做嘛，这个也跟各位提过。跪姿呢勉强稍微要调整一下才能做出来，并不是说一放就可以放得下，要稍微调整一下。可以给各位做一个跪姿的一个展示哦，是可以做得出来的。OK， 嗯哼，所以玩具来说本身并不错，而且它还有一点很优秀的一点是 F1 版的没有办法比得上，就是所谓的这个假胸的问题啊。如果你个人很 care 假胸的话呢，那么呢这个玩具呢应该是会给你。你应该是要给他加分的，因为他胸口的这个很明显就是成为这个卡车头的这个
镜子的这个部分呢，货真价实，就是成为变形之后会变成卡车头啊，而不像 F1 版的那个是所谓一个假胸啊。那所以说就是，就一个变形的设计的一个成功度来讲啊，我可以说 RID 版其实是胜过 F1 版的，只是说呢，它在一些地方呢偷工减料了比较明显了一点哦，比方说就是，像这个地方，内大腿内侧。还有小腿内这整个很空啊，玩具呢就是拿起来的这个重量感哦就偏轻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背板过大，就所以无形之中啊，这是第一个它的第一个卖相的部分呢就输给 F1 版很多，但是呢在经过我多次的把玩之后呢，说真的哦，这个 RID 版的这个模子呢给我的一个乐趣度来讲是一点都不会输给 F1 版的。分享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哦。首先，从腿部啊，我们先把这个腿部这个大空洞呢，就是要靠脚掌呢把它给做一个填补啊。从这个地方把它这里球关转进来之后呢，利用这里一个关节把它推进去。这两片呢可以稍微把它翻开来一下，然后你就会发现呢，两腿呢可以做一个结合哦。OK， 稍微把它推往里面推一点哦，让这个圆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形状哦。虽然说后面是没有货柜可以拖了啊、哦。再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行上半身的一个变形了。第一个步骤呢，先把手呢这个地方呢把它推上去，然后呢两个肩胛呢这个地方把它挑出来，这个地方一样把它挑出来。挑出来之后呢，里头呢有一个地方要我找一下，这个透明件这里呢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块，把它给搬开来转成这样子，露出中间这个洞，另外一边呢一样把它抠出来放进去，这边呢就会有一个凸，这边有一个洞，两边到时候是要做结合的、哦、那我们先做到这边，接下来呢把这个胸口呢给挑开来，挑开来之后呢有一个它里面有一个跳开来之后，这个地方是可以顺势把这个车窗呢做一个密合，然后呢整个把它往上面拉出来，可以看到这里有一条像是脊椎一样的这个零件，这样整个把它挑出来之后呢，这个呢把它转成这个角度，大概给各位看一下哦，给各位好了解一下，车尾呢大概这个角度基本上是对的 OK 的，然后这个会成为一个车头的一个玻璃挡风玻璃处。那接下来呢，各位就可以就是在这个地方你要组合出一个长鼻式的一个卡车头，那后面没有什么变化，后面大概就这样。但是呢，为了方便后面这里变形呢，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地方调一个角度下来，让我们把卡车头后半部给做一个变形哦。首先呢，各位可以看到这两手呢将会形成车子前面一个长鼻式的一个引擎盖，所以干脆这样吧，我们先把这个头呢给转到这边转进去 OK， 这样各位应该看得更清楚啊。现在就是说这边缺了一个车头，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怎么做呢，把这个手臂呢转成360转一个360度下来之后呢，往后面推，再转下来之后呢，把这个利用这边的多出一个双关节呢，把车子的这个车头呢转到前面来，这个呢非常的其实很简单哦，如果你手上有的话，你就顺着这个关节出来旋转呢，你就会发现其实还挺好转的。另外一边也是一样，我们先把它转到这个角度，然后往后面一推，利用这个关节就转过来这里 OK， 把这个车头的部分呢在前面呢做出一个密合，里头呢是刚好可以有卡扣的 OK 这样子，然后车头的部分呢大概是到时候会是这个样子密合，我们先把这个手呢全部做出一个变形哦。这个呢两个原本肩胛处的地方把它合并完之后呢把它往前面盖，这里有两个凸就是要扣
扣进上面的这个洞，这样把它扣进去。OK， 这样子呢，车子的话呢，已经差不多要变形完了。这个时候呢，记得把这两片呢给翻下来，然后呢推到下面去。跟这里呢是有卡扣，可以扣在这里的。这样一来呢，就车头车尾呢基本上已经整个都已经变形完毕了。最后的步骤呢，就是把这两原本的这个大背板部分呢往上面折，往上面折呢就是这样子嘛，就是这样子把它翻转上来。这里也是一样，把它翻转上来。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会发现说，这里有一些地方你可能要先把上面呢稍微松开来一下，把这个凸的部分呢、凹的部分呢，把它给扣回里头去。我个人的习惯是会这样子变了哦，这样可能比较简单一点。这个地方再转过来，然后呢，有几个卡扣处就在这里面，最主要一个卡扣处在这里哦，这里有一个凸，这里有一个洞。OK， 这边把它给扣上去。另外一边也是一样，这里稍微闪过一下，留意一下，就是说力道的话呢，要自己要控制一下，因为这个呢是透明件组成的一个卡车头，那应该是说它这个玩具的料呢，透明件各位也知道，如果一个不小心的话呢，就会有白痕出现了，所以把玩的时候呢，请务必特别的一个小心了。OK， 然后呢？车头这个地方呢，稍微给它调整一下。OK， 就完成了它的一个整个卡车头的一个变形哦。其实变形来讲呢，我个人是觉得比 F1 版呢还要再有趣的多了啊。所以就虽然说变起来的一个样子呢，可能没有 F1 版那么样的一个帅气，比较卡通化一点。但是就一个变形的设计来说呢，特别是这个机器人的胸部呢是货真价实的变成车的那个真正前面的挡风玻璃来讲呢，这一点呢是比 F1 版呢、要来得好得多。一个 OP 的模子呢，交通工具形态下呢有一个也是很夸张的，就是尺寸的一个缩水程度啊。这第三集的第一集哦，然后这个是 RID 版的 V 级，你各位可以看这个体型来讲已经是非常的，长度来讲已经差不多一样啊，当然它还是会略大一点啊，但是已经是缩小到非常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啊。不过重量来讲它的话会比它重得多，只能说是外观来讲啊，就整个很缩小，而且呢如果跟 F1 版相比呢，它的这个形态哦，就是比较 Q 版，我已经有点忘记 F1 版的一个样子，但是我记得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它比较可爱，就是非常卡通，我还不是那种，就是比较那种比较小朋友收看那种卡通里头那种卡车的一个样子哦。那基本上轮胎滚动性呢很好 ，OK。那涂装来讲的话就比较特别，就不能特别说，因为它是标榜一个暗黑能量金版，它是使用大量透明件的、所以涂装的话就比较。不能用平常动画片里头有的那个样子去评论它，但是呢它里头有很多的这种像什么光学或什么有的没有的那种线条的刻画在里头，其实挺好看的啦，在很多角度来看都很不赖。而这个很大的一个博派标志算得上是这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特色，这个商品有很它的一个象征嘛，就是这么大的一个 logo 在这里，那这里又一个博派的一个标志在这边。车头灯呢，黄色是涂装涂上去的，然后照后镜有银色涂装。当然从这个地方看呢，却发现呢，它只涂了这一面，而没有涂这一面。可以发现它其实就是，所以说它这整个一块呢，基本上都是属于这种橙色的这种透明件了、从这个地方看呢，没想到就破功了，从这个地方露线了，然后露线的地方还有这里是整个是空出来的，那后面呢一样是有一个洞。那目前来讲我是没有做过实验，不晓得什么货柜可以跟它拖在一起啊。那后面这个洞的话呢是可以搭载武器啊，但是这个武器我已经有跟各位说过了，它不是一个很出色的武器，而且我不太建议说你把它扣在。不是很建议扣在这里，因为会有点歪。如果你但是你扣在边边的话呢，就是说你可能要就是自己斟酌一下吧，看你扣这样子的话一定是
一定是扣分的，这个武器，这个一般的卡车后面是不会去堆这种奇怪的东西的嘛，就或许他们当时就不知道为什么，而且就我所知吧，好像所有 RID 版的这个 V 级的玩具好像武器全部都是这个造型吧，应该是全部都是这个造型。对，有的已经被老肖用榔头砸碎了，但是我没有锤子啊。好，那今天呢就和各位来分享这个我在去年的台湾玩具翻斗城大跳楼的时候呢所购入的一款，用非常便宜的价格购入的一款来自于领袖之证 RID 版暗黑能量金版本的科博文那个玩具哦。其实良心话哦，它给我的一个感觉还不错啦，尤其是用这么便宜的价位收到呢，然后本身也是因为没有口罩，然后又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造型哦，所以我个人觉得收到这个玩具我还是挺开心的。那就利用这一集呢，以纪念去年曾经这么样大跳楼的时光，今年已经不存在啊，今年跳楼是没有像去年那么凶，而且铺货量就铺的比较少，不像去年那么样的一个疯狂啊。OK， 那就进入了准备迎接第四季的电影呢的商品要上市了啊、哦，那就期待今年呢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惊喜呢，可以让我们变形金刚迷呢好好的来过一下丰富的2014年了啊、哦。OK， 那节目呢就进行到这边，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